喜我，恐怖游戏 Friendly 的午夜惊魂又有新消息了。这次呢不是 Friendly， 而是新的姐妹作品 Sister Location。究竟作者要丢出哪些谜团给大家呢？一起来看抢先报吧。今年以低成本高惊悚的恐怖游戏 Five Nights at Freddy's 在全球打出一片市场，成就了谜一般的故事线，还有鲜明的实况题材。在本节目《电玩怪谈》中，也为各位探透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真实过去。而去年 Five Nights at Freddy's 4终于让这系列到了新的境界。原本以为作者会将这系列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开发者 Scott Cousin 却跌破眼镜的释出最新作，并改名为 Sister Location。曝光的影片中不难发现重新开启的故事观，以及新一代布偶机关重重的模样。网友们除了原始的机关诡异感之外，这次又多了开合等裂开的违和感，真的是超级不舒服的。 Sister Location 预计在今年秋季推出，预告看来应该会与原作操作没有太大差别。究竟这次有哪些谜一般的故事呢？就请玩家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